大家好，我是九九。今天我拿腹瓜炒牛肉，这个腹瓜呢可能有三斤多，今天用不完这么多，我炒少半。今天去买牛肉，那牛肉涨价了，原来30多，现在要40块。开始我去有个男的那里，他说要40块一斤，后来我就去那个女头户那里，他说给你面子38一斤。嘿，我觉得我的面子有那么大吗？我的面子其实就值2块钱。这个腹瓜我们切小一点，拿这一个就可以了，再配几个辣椒，锅里放油，来一点姜条，牛肉放下去，辣椒，再下腹瓜，炒起来。来一点小葱，加一点盐，加一小葱，出锅，吃晚饭了。再来一碗。再来菜。牛肉呢，反正不管配什么菜呢，都很好吃的，吃起来甜甜的。配那个酸辣椒呢也很好吃，配剁辣椒呢也很好吃，配蒜苗，反正我觉得牛肉配的花样挺多的。配这个腹瓜呢也甜甜的，更加把那个腹瓜呢变得美味了。